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这个生涯第二个赛季，也是我们湖人王朝的第二个赛季，季后赛第一轮第三场比赛，莱德沃，这有点尴尬，等一下找回我们的这个面子，来，必须在他头上暴扣一个，可恶，居然冒我是吧？扣死你！哇，你看这动作大的什么？好球！然后我们现在呢，60-44，还是挺稳的。奥尼，哎，好，我们稍微暂停一下，我把这个解说看能不能调成中文。观众朋友们，这解说呢是没办法调的，还随机的。有，再打他一个，我去，投。哎，好球！一分多钟，我们领先了大概近20分，17分，稳了稳了稳了，你看。然后我们现在大比分是2-1领先对手，大家可以关注一波，拜拜。